呢，这支影片啊，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最日常的时候煮一餐的时候，通常会煮什么。今天这个 vlog 就是记录我煮这一餐的模样。那如果我今天是打算要煮红酱意大利面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就继续看下去喽。把抽油烟机关掉了，就是熟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。我今天没有打算要做什么特别的调味，噔噔，万用煎鱼骨，不知道加什么调味，就加煎鱼骨就对了。喂，好哦，可以吗？哎，意大利面干煎松板猪，这个就是我的蔬菜跟菇类这样子。噔噔，相当丰盛的一餐。然后呢，噔噔，这个就差不多是我的晚餐。然后呢，我现在都习惯大概煮一次煮3到4餐的份，所以剩下这些呢，我就会再拿一些保鲜盒，然后把它们装起来，然后就是可能会之后留在接下来的午餐或是晚餐把它们吃掉。因为我就是觉得每次其实你要备料啊，然后在事后再把那些锅具啊做清洗，其实都蛮花时间的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一次只煮一餐的话，其实就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。可是如果我一次做很多餐的话，其实就比如说那个炒或是烫青菜的时间其实差不多，虽然量会比较多一点，但其实整体烹调
料时间并不会差很多，所以我现在都是习惯一次煮3到4餐，所以就给大家做参考。所以我一个礼拜可能会煮1到2次，然后就 cover 我就是这个礼拜吃饭的就是晚餐或是午餐，那剩下的时间就可能在有时候吃自己煮也是会腻，所以就会吃一下外面的东西这样。那我自己这个人是蛮可以接受就是连续好几餐都吃差不多的东西，所以我就算就是接下来可能3、4天都要吃一样的餐，我也不会觉得很腻或什么的，反正我这个人应该蛮好养的。接下来就来到试吃时间。我觉得我面昨天煮的太久了，因为一般的这种叫什么笔管面，然后都要煮蛮久才会熟，所以我刚刚倒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它好像是类似快煮型的嘛，因为它之前只要3分钟，然后我煮一包我就想说等它久一点，因为我觉得有点太烂。然后这一排的酱啊，我觉得味道是偏酸的番的红酱，然后就看大家喜不习惯。然后就是中间就可以看到我刚刚先炒的那个洋葱就会比较香一点，又加一些牛奶跟起司，所以味道会再更浓一点，就不会单纯只有番茄的香，番茄的酸，然后跟那个酱的咸。所以我自己没有到特别喜欢这罐酱，下次可能会考虑换一罐。然后接下来吃吃看中板肉。天啊，超好吃的，真的是酱好厉害，它吃起来又像很像你在外面吃那种，不是会有那种干煎松板猪的那种意大利面，一个都很贵，这超好吃，酱煎超好吃，推荐给大家。我是没加什么料，就是看我看到就是米酒盐啊，然后跟意大利香料跟黑胡椒下去腌，我就说这煎起来超好吃的，好吃可以。唱青菜不用讲，就唱青菜了。接下来吃饭时间就留给我看剧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啊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分享，顺便订阅我一波，记得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子你就能收到最及时的更新资讯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咯，拜拜。